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许浩平。你知道你来到了哪里吗？这个地方有没有点奇怪？有欧洲的盔甲，有一些奇特的标本，然后呢，也有我手上来自意大利威尼斯的面具。当然，这个地方呢，还有很多的故事。这就是我家。今天带大家来分享的，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感觉，因为其实每个人的家，就像他自己的个性心情的一个反应和写照。所以呢，我旅行了世界170几个国家，每个地方我很珍藏的一些感动感觉的心情呢，我把它一一带回来。那么这些东西一看到就会想到那个地方的故事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呢走进来，我想也许你的家不会是长得这个样子，可是没有关系，重要的是我们常常可以由别人的生命形式里面找到一些灵感，找到一些启发。那也很欢迎您在这个园地里面跟我一起分享旅游还有生活的心情。